前阵子有个那个公关团队来找我了，叫我直播。啊，他说一个月最少底薪100万。那叫我做的呢，就上去骂某一个党派，一直骂他。然后我说我对这个又不知道骂什么，好又没有什么数据什么。他说你每天要骂什么呢？他都会跟我讲，然后要怎么骂，什么数据啊什么都会给我，好叫我这么个月上去骂。好，我不想当墙头草了，看你啊，我可悲。